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、哦，它如果垫脚尖之后，它的跟骨从后面看，跟骨就会被拉回来。好、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好，放轻松，姐姐比较稳定哦，你一的脚还会抖。那你如果要加强怎么办？垫脚尖的变形板就是，你可以扶着这个或者扶着椅子哈、哦，这样子。好，单脚站之后来垫起来，你可以单脚站垫脚尖吗？我扶你，你一只手可以扶我的手。OK， 垫高哦，哦一样要挺十秒，啊不要垫到自己脚抽筋哦，这样就很好笑喽。哦，膝盖伸直，然后垫起来。好、哦，单脚站，这是加强版。啊，你如果平常的话就是站着这样就好了。好、哦，这样子好，再次哦，垫起来，一、二。三、四，好，你数慢一点，数到十秒 ，OK， 放下，这样叫一次，早晚各二十下。第二个动作就是单脚站，哦，单脚站，哦，要练到你的脚踝不会一直抖来抖去，抖来抖去。哦，啊，如果这样子 OK， 很简单，你都很平稳的这样子站了，你可以练什么？闭着眼睛，看能不能维持。好、哦，那一般哦。我们标准，我们真的在训练要一次站两分钟，很累哦，所以我们两分钟太久了，所以我们缩短一点，站一分钟，一只脚站各站六次，好、哦，各站六次，对对对，一次一分钟，各站六次，好、哦，要好好练啊，要运动就是，应该会比姐姐快，不过她的左脚，她的左脚跟姐姐的左脚一样，她比较贴地，好。那第三个动作就是垫脚尖跳，就跟你跳绳一样，对对对对对，就垫着脚尖就这样跳，对，好训练脚的力量，哦，对对对对，好 OK， 那不然的话，就像你练跳绳，医生有跟我们讲，如果你要练跳绳，可以，因为跳绳是连续动作，五分钟内，大概你应该可以跳800到1000下，你每天你练习了有没有练那么多？他应该有啊，有哈、哦。对啊，800到1000下绝对超过，所以弟弟应该理论上应该脚会在那个。不过我讲的这些动作都是跟针对足弓恢复的运动。好，第四个动作你哈、哦，就是脚趾要抓毛巾，姐姐示范一下，上次姐姐好，对对对对，抓起来就好，要用力。对，你看哦，姐姐这骨头要很凸出来，你也是可以，这样很可以。哦，就是你可以坐着练，或底下摆个毛巾去抓。对，你为什么这后面两只脚没有力气？好，换这边我看，我、哦、这边就有比较有力气呢。好，在这边看看。好、哦、，OK， 好哦，就是这样抓毛巾 ，OK 哈。哎，顶着啊，然后屁股往前，再脚再翘高一点。好 ，OK， 屁股往前。要觉得紧紧的，有没有紧紧的？有哈，哦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好、哦、，OK， 好，大概拉筋可以久一点，20秒，好、哦。这个杆子前弓后箭，一脚前一脚后，然后记得脚尖朝前面，脚尖要朝前，对，好来，前面弯，后面伸直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很好哦，你这个后脚跟不能翘起来哦，哦，就这样子，好 ，OK。